我会保护你，我会让你和林姐都好好的。每场战事的遭遇后，我们也保护无解。没有哪个人是行止，找的都快撞上城墙了。你干什么？给你变个戏法。神不神奇？下次把你自己的头发。嗜血好杀，绝非好事。即便对面是你的敌人，不劳沈君说教。此处左方应当是关押各处地仙之所，我术法不精，便不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意欲何为？阎王会告诉你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握住他另一只手，做净身术便可。若有发现，带着大家一起商量之后再去，岂不是更好？他不会信任你，他也不会相信我。这种家伙哪有半点弱小、惹人怜惜的女人味儿？有，他有。这个行止神君冷心冷情，他怎么会怜惜沈离呢？因为你太强，一旦脆弱起来，就奇怪的让人心疼。在我遇到神君之前，从来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，偏偏在遇到神君之后，逢战必伤，每伤必重。若有朝一日我死在战场上，可得神君拿命来赔。若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命陪你便是了。不如我们也凑凑热闹，正好出出晦气。烟花在天上炸，哪能去除人身上的晦气啊？让他们热闹去吧。你相随俗，他们这个生活都是你给的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来来来来，啊啊、我在前才能护着你。